欢迎两位 boys 来到我们今天阿 boys 超越极限的现场。今天你们要挑战的是 RGB， 不是姐三个人呢、啊，连多一个挑战者是谁？今天你们要挑战的第三位参赛者就是我。原来今天我们挑战导演。你接下来的游戏你必须要串着这一套，这个是 T Rex。Are you joking with me? Crazy. 他必须要穿着这个来射。哇哇 ，OK 咯。你看，哎，我帮你换啦。欢迎我们的新宠物 Charlie the T Rex。Oh my god！好，你只需要完成一个气球，就可以拿掉你这一套装备。我第一次看到 T Rex 射弓箭呢。Bro， aim 高一点，抓可以嘞，掉下来。Look at my hands， look at my hands。How am I supposed to shoot with those hands？ 哇！哇！有没有中？没有 ，Bro。你第一个中墙壁掉下来。等一下，我有点担心哎、欸，我们的 crew 在这边，你的 arrow 现在有点。哇 ，This is crazy 耶。没有中，我什么又没有。你哎呀，我一定开了，扣五分，九十五。我可以脱掉了吗？可以了。哎，很好，很好，很好。哎，不要跟我讲 T-Rex 哎 ，T-Rex， 他射到两个啊，两个啊，恭喜你，陈三。对。碎碎碎碎啊！哦，单标 ，OK， 下一轮他会加重他的装备。碎碎碎，不好意思，经过再三调查之后，其实你是射中三个的，这第三个是哦，也是 T Rex。一个两 kg 的 wristband times three， 还给我一个 T Rex。Bring on the T Rex and the weights， give it to him， man， give it to him。不要。不要了，哎，减五分，谢谢谢谢，来队友啊！恭喜你，减五分，哇哇！来，靠自己离开这套衣服，对，恭喜你，减五分，棒棒，减八分，哦哦，来下一位，到了 ，Big Red or Big Black？Big Black 啦 ，Big Black 啊，大黑啦，大黑，又大又黑。喂，碎！恭喜你，恐龙一只。会会会会，又大又黑又没有用。恭喜你，乘二。我哭了，很辛苦哎。哎，还是 T Rex， 真的是被导演骗。哎，我是被工作人员骗的。哪一个？戴帽子的那位。所以他穿着来拍，好不好？来吧。我第一次看到恐龙的牌。其实这个 game 是真的很 fair 的，我们的 players 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是会被罚的。为了我们的拍摄进度着想，你看得到 focus 吗？你们看到那个 dinosaur 的眼镜在那里，在那被讲看。我如果我射中，我也可以救他，对不对？对。OK， 好好，我救你，我救你。哦，中了。有啦，救了你。恭喜你多两只，可是不是箭，是飞镖。哦 ，Dart 啊，好。他讲 Dart King 哎 ，Dart King， 我是 Dart King。哇，断掉嘞！恭喜你武装升级，真的 Weapon Upgrade 了，这样准啊 ？OK 啦，心情这样 Steady， 吃那个 D-Bag， 我给你那个 Weapon Upgrade， 试试 Brother， 不错了 ，OK 了 okay. 不错 ，Weapon Upgrade， 好 ，Weapon 来了。这个绝对好用，这个是 downgrade 哎，不是你哎。I gave you this goddamn weapon upgrade. You damn give me this goddamn stupid useless downgrade. 害到我这样，这样太高。喂。你看就可以讲太高了。真的是个富哎。哎，等一下，我还有请教练射的机会，对不对？教练靠你好嘞，我今天的200多分就靠你了。有没有？除以三 ，yes。老师。你有没？对他有一个，还有一个老师射，一分，加一分。如果我只剩一只哎，那就是你最后一只的机会了。That means 我的 points will be final at 100多啊？一百多。Divide by four。
Yes. Come on, brother. Give me a divide by four. Divide by three. 啊？我现在95分，我射到初二我就有赢了。恭喜你多两只飞镖。准八分。对。Divide by two. Come on. Minus two. Not bad. Not bad.好，经过游戏环节的比赛呢 ，Maxi 是91分 ，Vance 是96分，恭喜 Charlie 获得的分数最接近50分的。权力卡呢就可以任意选择扣其中一个人的30分。Bro， 你知道我对你很好，然后我还 cast 你来这个节目， yeah, 对不对？ Yeah, yeah. 所以你知道你应该做什么，对不对？对，照扣。你不是很喜欢送我东西，对不对？像你送我这把宝权力卡宝剑这样啊，你送我。OK， 我很 fair 了，你们一人扣15 half half， 可以这样、啊。这是不是 fair？可以的，可以、哦。一人扣15分啊？这样 brother， 不可以做 enemy 吗？对不对？刚刚最后那一个 dot 应该就是那个 divide by two 啊，那你就可以赢我啊？对啦，说不是你的错，是那个 dot 坏。对，我因为你把那个 dot 丢坏了。你们两个都是说 loser 哎。不是，今天呢，我们这个已经到那个 final 阶段，我 Legolas， 我叫什么？ Robin 丢 hood， 他是 Hawkeye 的朋友 ，Hawkeye， 所以我们三剑客今天摆一个 pose 三剑客。嗯。好，那我们现在正式进入比赛的环节。剑靶上最中心为10分，往外一圈是9分，与此类推。比赛一共分为3关，每关5支箭。第一关远程射击，第二关平衡射击，而第三关限时射击。将前2关所得的分数换成秒数，在有限的时间内站在指压板上完成。这本是那个脚底按摩的，这样很舒服啊。哇，为什么很难呗？等一下你们就懂了，等一下你们就懂了，你们两个很，你们两个 thirty points， 你们很天真，很好。所以清楚的话，我们就立刻开始，马上开始。刚刚那个 mini game， 它是一个纯粹属于你运气的，这个才是 skill， bro。来来来，看看你的 skill， OK。10分。What？ 你这待过了，待过了，待过了。我们再见。又是10分，制作组，没关系，不需要你们，靠我自己。Hey, you're very very competitive. You just refuse to lose, right, Buns? 8分。That's where the luck runs out. 接下来就是黑色了。9分。9分。喂。Oh, that's a very good round one for Buns. 我觉得他的那个 square box face 啊，展示他的实力哦。快看教练那边，教练 very pleased.下一位 Charlie， 他刚刚练习都讲自己很厉害吗？他应该没有了。Try， 他说他自己是 Try， 看 Try 第一件。哇，这个有难度。哇，阿布，你觉得没有？一人一半。你讲话真的没有 bug 耶，我真的。你 Tank 30，